大家好，我是 EVOX 的制作人苏伟。EVOX 已经上线运营一年，在这一年中，因为很多玩家的支持，我们比过去多了很多故事。这里我带来了一些团队的藏品，给大家讲述这些背后的故事。这是一封来自于玩家 Zgod 的信，大约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寄送给我们的。它所代表的意义其实是我们最重视的一点。玩家的意见和反馈，我们希望玩家继续在 Discord 上和我们进行深度的交流。再次感谢大家。这是 CCP 团队赠送给 EVOX 团队的一个纪念品，它所代表的意义是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。我们会持续不断地和 CCP 团队进行沟通和交流，以期带给玩家更好的游戏产品。这是我们正在制作的燕郡舰船的模型，它代表着我们在 EVO IP 衍生品方面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尝试。未来我们也会开发更多的 EVO IP 的衍生品，敬请大家期待。希望每一个生活在新伊甸中的玩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。